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是12月24日北京时间午夜12点整，我们迎来2020年圣诞夜。此时我们在罗马梵蒂冈广播电台的圣堂内，向中国实况广播圣诞子夜华语弥撒。我们与守候在收音机前和网络前收听这台圣诞子夜华语弥撒的主内弟兄姊妹们，共同团聚在天主的祭台前，庆祝救主基督降生的至圣之夜。今夜我们庆祝天主圣子耶稣圣婴的诞生，他给全世界带来天主的救恩和喜乐。